民警在昨天深夜巡逻时，发现有一辆轿车违规超越了停止线，上前拦停，看到了林义伟穿着议员参选人的竞选背心。盘查过程中，他闻到浓浓的酒味，酒测值超标，高达0.85毫克，也以公共危险罪将他移送到台中地检署。而今天林义伟在脸书发文，表示自己做了最坏示范，也宣布退出台中市议员的选战，也要退出民进党。